你减肥失败了，我真的停留在250了，是吗？我可以，好，我来宣布，小铃铛减肥失败，第二次减肥失败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克丁的呀，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自然地图，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减肥跑酷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昨天晚上我跟狗当吃夜宵的时候，狂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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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自己吃成了300斤的大胖子。今天醒来之后，咱们两个的身体就变成这样了。水肿了吧？这个是还是被蜜蜂蛰了？你真的是又胖又矮，哎呦我的天，跟个红薯一样。关键是头很小哎，你没发现吗？头好小。我的头才小好吗？是啊，你头比我头还小。咱们两个咱们两个站在一起猜一个地名。合肥。来吧来吧，走上咱们的那个星光大道，然后这边房主道具我就不拿了吧。先看一下这边普通，咱们先来进行普通训练。普通训练的话可以减个10斤左右。好，往这里走。为了减肥，咱们两个发誓要瘦到多少斤来着？哎哎哎，你让我过去先。好，对面对面对面是那个什么地狱训练，280斤、又是瘦10斤的。这个直接走中间就不就可以过来了吗？对啊，我们那个肥胖又不担心会卡掉下去。这个小小的缝我们不会掉下去的，只会把脚给卡进去。是，然后拔不出来了。270斤，哎，这个需要跳了，不然的话会掉下去的。你跳的样子好搞笑。好，270斤，你好意思说我？咱们俩彼此彼此。对面呢？对面也是瘦1斤，看一下对面这个。我对面这个稍微有点难度嘞。这个稍微有点难度了。一旦掉下去就减肥失败了啊！不会吧？好，260斤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260斤，相比咱们开场的时候，以肉眼可见的好像瘦了一点吧。这刚开始基数有点大，不好受的。好，250。看不太出来。你不要停留在250啊！你个250。哎呦呦呦！我差点掉下去了。哎呦，你是250。我差点掉下去了。好 ，OK。一下，一上，一下。是，哎呦，差点我也掉下去了，好像是我太胖了，那个缝掉不下去。240斤，你感觉真的瘦了一大圈哎！哦，我的天，这个又有点难度了啊，一定要跳准啊！好，240斤，下一个，230斤，哇，后面还有很多哎。对啊，咱们可不可以直接那个呢？几十斤的减，待会儿试一下。那我先到210斤试一下。我现在230了。我先到210斤试试。我瘦了200斤去，我要瘦30斤。减星星看上能不能瘦，可以瘦吗？我掉下去了。你减肥失败了。我真的停留在250了，是吗？哈哈哈哈，我可以可以。好，我来宣布小铃铛减肥失败，第二次减肥失败。哎，那我就直接到这里了，到180了。好，我又瘦到120。120这个应该是空气方块。啊，我180了，跟着地下的走，然后这里需要跳一下。哎呀，
哎，我瘦到120了，我的天！我这个大肚腩。那我就到100斤嘛，我现在希望我本身就100斤。好家伙，我这个大肚腩，这怎么？80斤啊，短跳，哼！虽然说我这是随缘啊，短跳，但是为了减肥，我豁出去了。哎呀，我豁出，哎呀，过分了！我100斤了，我80，哎，我瘦到80斤了。我怎么感觉变小了一大圈？我正常了，我正常了。你没正常，你还是有点胖的。你看我正常了，你怎么这么小了？你看你的肚子还是有点胖的。你看你的头发，我的天！普通明星这边是超级巨星，我要成为超级巨星。嗯，这个是四段跳啊。啊来。那我就普通的吧。三段跳。小淘气同学来帮帮我。我有喷射爪钩。哎，我也有。哎，我成为普通明星吧，我成为超级，我的发成为超级明星，我怎么变成这么小了？对啊，为什么变这么小？但是肚子还在，头发还很胖呀。这什么鬼啊？这个，我去你那边看看。我的娘嘞！这个最亮的星，这个最亮的星怎么上去啊？这需要冲天炮的吧？超级明星，最亮的星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可以上，可以上。要不咱们结束这一期了？哎，可以上哎，嗯、咱们有喷射爪钩的话可以上。嗯，试试吧，试试。摔死了！你摔死了！哦，我上来了，我成为了最闪亮的星。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更加小了。来吧，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